工具飞行员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比较深刻，那就是祖国在我们心中，宝岛在祖国怀中。捍卫祖国的大好河山是人民空军的神圣使命，空军多型战机绕飞祖国宝岛，锤炼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。空军有坚定的意志、充分的信心、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